3月23日，气质女星桂纶镁出席商品代言活动，现场与卡通人偶一起跳咕咕舞。不过自认舞蹈功底不错的桂纶镁就坦言自己有所保留，把更多的武功都放到了电影中。提到电影，已是金马亚太双料影后的桂纶镁最近就在新片《盛赞玫瑰》中突破形象，饰演被性侵的残障钢琴教师。但她表示自己拍起来并没有太多压力，反而笑颜师扮演性侵犯的同剧演员张震比她更为紧张。我觉得男生总是会比较害怕会不会侵犯到你女演员，但是我在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们两个很早就认识了，所以彼此的信任非常够。那我也觉得自己身为一个女演员，身为这个角色本身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桂纶镁表示接下来还想饰演传记性人物，接受每一份挑战带来的新奇感。他也透露，虽然新片中的角色过于沉重，但首次从艺人改行当导演的杨采妮一直都在镜头后陪他痛哭，让他很是感动。我其实非常谢谢采妮导演，因为他从头到尾都跟我说他这个角色很沉重，但是我会陪你走到最后。那其实这个戏里头有很多这个角色必须要找到出口的地方，那采妮都是在 monitor 前面陪着我哭，甚至会过来给我拥抱。我觉得拍这戏从来都没有让我觉得被遗弃过，所以非常谢谢他。